加我们想象的儿童爵士派对。啊，等一下呢，我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其他的音乐老师。那大家先记得我是 Mr. Zen 就好了。我们呢，首先因为非常开心，大家一起在这里跟我们玩，所以我们要先跟大家说 Hello， 用一首歌来跟大家说。那等一下呢，在歌的中间，我还会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哈 ，Call and Response， 我唱一句，大家唱一句，一模一样的来回应我 ，OK？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，好，来考验大家的专心跟反应力，好吗？Bye.
不是小朋友的，先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小朋友呢，我们先看哈，我们身边的大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们，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五六七八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耳朵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Bye.
厉害了，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演奏这首 Flying Flying Blackbird。接下来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在爵士音乐的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人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在你们的左手边的荧幕上，一直有一位 Lady， 有一位女士，她叫做 Ella Fitzgerald。OK， 所以刚刚我这样子讲 ，Mrs. 这样说过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Lady 是什么意思 ？Lady 是什么？女士或者是小姐或者是淑女，好不好 ？Lady， 那她呢有一个绰号叫做 The First Lady of Song， 就是在歌唱界、在音乐界的这个第一夫人。大家觉得为什么她被这样称呼？是因为她长得很高吗？还是因为她长得特别漂亮？不是，是为什么？没错，她唱歌特别强，特别好听。OK， 所以。很重要的爵士歌手、歌唱家，因为呢，他不止音域非常广，他可以唱到最高的音，也可以唱到最低的音，然后呢，他可以唱到很大声或是很小声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都很感动人，都充满了感情，而且啊，他可以唱慢歌、抒情歌，感动别人，他也可以唱很快很快歌，然后也非常节奏感超强，所以是一个真的很厉害的人。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音乐家都很尊敬他，很喜欢跟他一起工作，他的音也很准，很多音乐家有特别说哦，而且他的音很准，什么意思？所以他们是说其他歌手的音好，我们先不讲这些。总之呢 ，Ella Fitzgerald 他特别厉害。那他跟 Duke Ellington 和 Count Basie 的大乐团都合作过，他有跟很有名的男歌手，也是小号音乐家，叫做 Louis Armstrong 合作过。有没有人知道 Louis Armstrong 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他的声音怎么样？很沙哑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学那个声音，但是听起来特别像，特别像，像他是这样，是。I see trees of green.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。好，大家，那为了我等一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唱歌，我们先不要做这件事哦。大家，我们还是听 Louis Armstrong 他自己唱。那 Ella 跟 Louis 他们有一起录好多张专辑哦，把很多经典的歌啊都唱成了男女的对唱，非常的酷，大家可以去找来听哦。那他当然也有跟很有名的爵士吉他音乐家一起录。双人的专辑叫做 Joe Pass， 这位吉他音乐家。还有一件事情呢，是现在啊，在美国大家都知道，台湾有金曲奖，那美国有什么奖呢？叫葛莱美奖。那你们猜猜看 ，Ella Fitzgerald 他得过几座葛莱美奖？我们来猜，两座、六座，还是13座呢？哦，你猜。所以13座，他一个人得了13座的格莱美奖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所以刚刚这首《Bye Bye Blackbird》呢，他也有唱过哟。他唱过很多经典的歌曲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音乐。那介绍完这么重要的一位音乐家之后呢，我们也要来带大家做一个很好玩的活动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 Hello 歌就记得我们有 Call and Response。现在我们要再来做一个更难的 Call and Response， 因为我们要唱的。跟 call 的是不一样，什么意思啊？刚刚老师说 hello， 你们就只要说 hello 就好，一模一样。可是这次是不一样哦。等一下呢，是钢琴老师，他会先用他的电钢琴弹一句话，他会说一句话，然后我们要回答另外一句话。好，大家，花生的英文叫什么？那个是花生酱，非常好吃，我很喜欢吃花生酱，好吃那个花生酱。是 peanut， 没错 ，peanut、所以大家如果有很多颗花生，叫做什么 ？peanuts，OK、okay?。然后呢，盐巴是 salt， 怎么念 ？salt。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说 salt peanuts。太厉害了吧！大家都太厉害了哈。可是我们等一下用唱的哦，所以我们先听听看，我们的钢琴老师等一下会跟我们说哪一句话，然后我们要回应他，好吧？听听看。这个音域很广哦。我们刚听完 Ella Fitzgerald 这位阿姨的故事，现在我们要来唱音域很广的事情。OK，
所以是 Supremes OK， 所以大家记起来了。可是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们今天跟我们一起玩到现在为止，觉得有这么简单吗？没有。来，花生它长什么样子？它就是这样子，上面圆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手呢，等一下这样子做，因为它头有尖尖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花生有尖尖的地方，而且呢，我们是快乐的跟着音乐跳舞的花生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这样。Supremes， 大家一定要扭扭扭哦，哈，是欢乐的扭动的花生哦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我们来练习一下，听听看，钢琴老师跟我们说什么，然后我们来回应，听听看。我们一起来 ，Supremes， 很好 ，Supremes， 大家很棒。我看到有一些小朋友比较害羞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大家一起的时候呢，其实除了 Miss 下，没有人会看到我们在做什么的，所以我们大步的跳出来就好了，自己跳的开心最重要 ，OK？ 那等一下呢，要大家一起大声唱哦，不要让我一个人唱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听老师们的演奏，听到那一句话，我们再来回应就好了。那其他时候做什么？跳舞啊！摇摆，我们一起摇摆。啊，这种音乐叫 swing 摇摆。Baby Shark， 你是不是也要猜 Baby Shark？ 对，太厉害了。
Baby Shark 这个版本的，我们不要唱这个版本。我们呢刚过完的这个春节新年是什么年？是兔年。兔子的英文怎么说啊？对，没错 ，Rabbit。那如果我们要说可爱版的小兔兔呢？是一个 Bird 吗 ？Bunny。大家跟我一起说 Bunny。对，那 Bunny 它有什么特征？还有这个耳朵，所以大家跟我一起说 Bunny Shark。
没事，我们新年过完了，可是今天是初几？有没有人知道？是初二吗？是初四吗？是初五吗？啊，我看到好多人也是初六啊。那今年呢，我们刚过完的兔年嘛，所以呢，在这里马上上呢，跟 Miss 酱要祝大家的兔年行大运，好，大家在兔年呢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都可以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，可以学很多很好玩的东西。在我们最后哈跟大家拜年之前，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很重要的音乐老师们。好，首先在我身边的这位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崇豪。Yes， 好，谢谢崇豪老师，好好听的琴声。还有呢，那我们要很酷的那个贝斯的声音。贝斯是哪个乐器？贝斯是这个乐器，是电贝斯，我们的胡俊老师。胡俊老师的好酷好好听的贝斯的声音，当然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鼓手老师，是信介老师。还有从头到尾都在前面陪小朋友一起跳，带着小朋友一起跳的陈毅哥哥和我们的敏如姐姐。谢谢他们，我是舒心老师的时间。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什么呢？在这么好的天气，每条大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，啊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大家恭喜恭喜恭喜你。